近日，香港演员胡杏儿首度来内地做慈善活动。面对近期网友吐槽 TVB 编剧江郎才尽的现象，身为 TVB 当家花旦的他立刻为自己的东家打抱不平。不过他也坦言，有一句台词的确是部部戏都少不了的。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，这一句是经常会出现，但是有时候我也想，但是我不这样说的话，我能怎么说呢？